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学会这道素菜。火腿肠切成小段，青红椒切片，锅里油热，打入三个鸡蛋，筷子炒熟，炒熟后加入火腿肠，放入青红椒，加入焯熟的木耳香菇，翻炒均匀，加入一点胡椒粉，一勺盐，生抽调味，翻炒均匀即可，营养丰富又好吃。